我没有忘记，我来，大家好，都会聊天的呀，我视讯聊天的啦。来，你来，三百了，老板啊，老板，请。哎呦，我讲话不要紧，那边起来，那边起来，那边起来，无啊。再打一钱啊，再打一钱。好，八百。够没有，耶？快，胡人跑，我先问一下，你有没有来过现场？胡人跑，你有没有来过现场？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李冠慧，你要一箱白，你要一份白虾、喔，这样有两份。OK， 那你们先上各一份。所以这样五份的，没有问题，等下帮你们留哈，帮你们留。OK， 不能跑 OK。来，我买来，我交我过来。李冠慧，吴仁博，虾子三，虾子三百。来，我买来。冠慧。虾子，老冷荤各一份。虾子帮我留各一份。各一份了。哎，冷荤了。哎，冷荤。对啊，阿都阿不，阿都。这个300还好啊，回去一下就吃掉了呢。这一下就吃掉了呢。300块没有很多啦。
我伫食食一盒400块的河虾呢。哎呀，来，现在来三百。我跟你讲，这没有很多啦。你那个一下子一个人就吃掉了，好像是一个人就吃掉一盒那个大只的河虾400块。你够巧的人买三分四分。好，人捧跟关会各留一份给你们哦。人捧跟关会各留一份给你们哦。各位呢？就几千三百六来，好吧。一千三百六，一千三百六，三百块，来，运动那种气。那你讲钱，我另外钱进来，你讲钱，你讲过来，三百块，包鱼你们啦，包鱼贵点没有？我就讲够贵啊，你有没有没吃面的哦？我包鱼我不怎么还有贵点的啦。新来的哦。包鱼贵点没？一包来就五粒啦，一包五粒啦，够点的啦，一包五粒就五粒，但是。你好对啊，表演我不用上，不用上，对。包鱼包饺，今日贵的贵的，你贵的少了，你贵的有七零了，行啊。这个是蚝油包鱼，调味好了，用蚝油调味好的包鱼。蚝油调，很像年菜啦。行，行吧。包鱼贵的，包鱼了，今日明晚吃，二十。你把它加热一下。会吧，现在。哎。两百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刚才看直播哦，哈哈，来干死！哎，你爸现在你爸还活着不了？哎，你爸现在你爸，哎呀，一会我等一下对啊，这还重点。来，
三条两百，三条两百，三百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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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百
老姐回头多讲讲呗，就老就是老姐，看麦，你看我这个眼镜，就老姐，我前面眼镜。建庄不要生气，看这个不要生气，这个是厂子的属性，厂子的属性不要生气，每个厂子的属性不一样。如果他愿意来卖的话，我觉得就很好了，因为厂这个厂子的属性现在是这样子，这不要生气。没有啊。礼拜上礼拜六东兴很差，上礼拜六东兴很不好。东兴的，我不是说东兴，东兴的属性现在这样，我也没有说它不好，因为客人就是这样子，客人就是这样。不过这边现在有一个补理的大哥啊，早上有一个补理的大哥啊，早上来六点有一个补理的大哥，我还没到的时候，我还没到的时候，他就自己买了10000多快走了。对啊，有一个补理的原住民。早上6点就买了10000多了，所以你不会说这个厂子不好啊？因为他们的选择多嘛，他们选择多，他可以这里跑一跑，建国市场跑一跑，这样子。这里有离建国市场很近。那就要很小，很少东西，要很便宜这样子。那可能要。例如说一只石斑50块啊，贵下巴要100块的，蛤蟆就是要一大盘要100块那种。来，我帮你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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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边沙发，这边沙发，这边沙发。沙发，沙发。哦，应该啊，你买遐尼偌济年啊？你刚好买，刚买一只，对。对不对？做两个，你们要学着我一样，要很习惯所有的状况，所有的状况都是新的。你要一直保持个轻松的心情，愉快的看待这一切。因为你生气也不会改变。建庄，你生气了哦，不可以生气哦，不要生气，真的要平淡的看待这一切。要关注你啊！要关注你啊！下一个，来，
蛤蜊哦。蛤蜊哦，后来啊，这这三百块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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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百块来